大家好，今天又来到了北高速口巨物坑。今天来得早，到坑里没什么人，我们呢今天来得早，抢个吊位上岛。虽然岛上吊费是300，豁出去了。走，老板。哎，今儿看来得早没什么人呀。对，我们今天能上岛上吗？可以啊，上吧。走路有点远，划船了啊。走吧，需要啥你微信告诉我，我给你送。哎，老板真好啊，直接送过去。那吊费一会儿再说啊。好嘞，一会儿我就说。好嘞。我。来来。吊位已经选好了，一上岛就有种感觉，吊神上体。咱呀选那个位置是拐角处，直接打到湖中心，还是老样子，一个螺，一个这个颗粒。哎我，先给它打点窝，颗粒螺都来点。哇，打进来！这老弟也开始折腾了啊，用一个5米4的杆子。你的线是多粗的呀？啊？你的线？2.0。2.0拉大清，嗯，看你表演了啊。嗯，必须的。想点跟我聊天的，亲爱的。他问我中午吃什么？他问你中午吃什么？对。我说中午吃啥？又饿着。哎我操，这鸟人果然不一样啊，会鸟语啊。你才是鸟人。我看我那漂着一幕一幕来回动，啥情况这是？刘凯，你是不是有点过分？说你800遍了，狗改不了吃屎。这啥事儿？这么生气？我想想，是不是你钓鱼的事？不是不是，绝对不是。哦，我早上在厕所抽烟了，让他给闻着了。呗我先发一句，老婆，我错了。他问我，你知道啥事儿你就错了。我再发俩字儿，厕所。哎，愤怒的表情，证明真是厕所。哎，我早上7-8点抽的烟，现在都中午12点了，他能闻着。对的。啊，你这在家里边的地位，哎，有待提升。哎，没见过地位高的时候啊，行的时候，好好钓鱼吧。中午了，老板还管饭，给带了牛肉粉加这个烧饼，给吃吧，老弟，别拍了，先吃吧。鱼哥给个面子，千万别吃着鱼上饭了，不是吃着饭上鱼了的，弄不住啊，赶紧吃。哎我天，小哥又上鱼了，这一天这弄的，我大啊，多大呀？再把这个走了，
这个有多大？20斤。走吧，抄鱼去吧。哎呦我天，这小哥，凯哥钓鱼不行，抄鱼第一名。快跑，凯哥抄鱼去。小哥又上鱼了，这鱼不小，刚才提了一下，有30斤左右。老板慌了，看老板慌了。那边直接给我轰死了天了，累臭鱼，勾熟了。哎，这个是干的，有20斤吧？没有，差不多，差不多20斤。我吃着的，我才这么大。20斤。来，出来，出来，开大嘴巴。钓上这一条，再来5条就6条了。钓了不少。钓不少吧？啥意思？又败了，空军选手。今儿到岛上都没钓上，丢人死了啊！其实总结一下，这里边的鱼啊，时间长了都滑了。今天用的是台钓、重铅钓，隔壁那小哥呢，用的是那个无铅传统钓，来了就拔了2条。我这呢也不是没给口，给口了，就是刺不住鱼。还是这个重铅钓啊，对着滑口鱼效果不是很好。今儿呢，今天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，下期见，拜拜。